欢许富凯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来，掌声欢迎许富凯！耶，欢迎富凯！哎呀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！哎呀，太热情了，太热情了！因为我们知道他8月25要发片，所以我们现在一个小小的芯片的发表会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谢谢！你知道呢？富凯刚出来，我注意到一件事，就是他的衣服像一朵小花儿，是小花儿，来，这个小花儿介绍一下，好可爱。这个小花很特别呢，就是呢，你只要8月25买我的专辑，然后专辑里面有附一张抽奖券，只要有抽奖券寄回来公司的话，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小花。哇，小花数量有限，所以现在是预购喽，现在是预购，预购就有机会得到这个小花。对，对，我们现在我们镜头可以在哪一边？哦，正前方，左边那个摄影机了，而且我们可以来拉，而且是空运来台的，空运从哪里？从哪里空运？很难说哟。韩国，所以我们已经确定了8月25号呢，许富凯的新专辑就会让大家听得到。对，我听说9月。